他打的咋样？我看封闭。 含水量没烧呢吧？那他把这些料拿出去，这怎么办？这还烧狗屁了。不是，他是那个含水量盛完了吗？这个搁这是那个这怎么办？知道他这些料是哪儿拿的？这里头。对啊，这个没盛完就差了。对，没盛完的话，那大好多了。 白差，下一个打这边，这个是右辅了，下一个打左辅，打右了，不是了，我上边还。